在日前惊喜宣布闪婚就爱鞠婧祎，相隔20年，两人终于也在20号重逢见面，派浪漫的情节受到大家极度的关注和祝福。而面对大 S 再婚，前夫汪小菲是发文祝福，前婆婆张兰直播也频频被问及相关话题。只是过去总能高 EQ 应对的兰姐，在20日直播时，看到有网友留言大 S 入新婚洞房了，竟然直接大破功。谁笑到最后，谁才是赢，知道吧？好吗，宝贝儿？好吗，宝贝儿？咱们就咱们的日子，每天的，哎，过得有滋有味的就行了。此话一出，立刻在网上掀起热议，纷纷遭网友狂酸。没大 S 谁知道张兰汪小菲？妈呀，怎么格局就这么点？这么多年大 S 怎么忍的？还亏说张兰现在烧比赛拿快乐冠军吗？此外，张兰也在直播中认了汪小菲失眠，但这都是经历，都挺得过去。最后，她也拜托网友不要再套话，说自己不想再掺和孩子们的事。